的本名，或者叫陈志鹏。陈志鹏。东城。志气的志，万里鹏程的鹏。哟，谢谢大家好。哟，谢谢郭淑清老师，郭老师好。哟，好久不见了，郭老师平安。谢谢三重正义工郭淑清老师，谢谢手机现金宝在这边，谢谢。今天呢是4月29号哦 ，Today is April 29th 啊 ，Today is Sunday 哇，我呢这个礼拜五刚从大陆回来了啊、哦，我们的郭淑清老师你好哇，我这次呢。到呢这个啊湄洲岛哦，有呢请了一尊呢我们呢湄洲祖庙的金马祖回到台湾来哦，我们的妈祖呢就是呢要呢给有缘人啊，有缘人请回家哈、哦、来供奉，这个是我们呢这个福建莆田湄洲岛哦正宗的湄洲妈祖，那我们正宗的湄洲妈祖呢他都有附上呢这一个啊。我们叫做证书啊 ，certificate。待会的话，郭淑清老师啊，你如果有空的话啊，那呢，我们会把这个湄洲妈祖请出来啊，给郭淑清老师看一下，看跟你三重正义宫有没有这个缘分呢、啊？哈、啊，这个跟我们郭淑清老师报告一下。你燕之庄后面那一台是什么？那台是健身器材啊，那个是健身器材。OK。Sport equipment、哦、叫 sport equipment、啊、运动器材。好，这个晚上八点呢，就是汤丽娟教 English 啊、哦。Do you like to speak English？ 啊、哦、，Yes, I do. I like to speak English 啊、哦。会讲英语的感觉真的非常的好啊、哦。谢谢，谢谢志伟也进来。来，在教英语之前，对不对？哇，老师呢？来，先放个歌曲啊，给大家听。那我们等同学陆续进来啊，就要一起来学 English 了啊，学英语来。我们呢，来呢，听一首什么歌呢？来，我想要听什么歌呢？好，听这个哇，这个。落花泪，来听这条落花泪。我现在开 A 系列，没有哎、欸，我以为他应该是要有。好。
谢谢，哇，我们的落花泪哈、哦，来欢迎观众朋友的欣赏。我们林彦智说啊，娃娃机里面也有佛像可以夹了啊、哦，当然这个到处都有佛像了啊、哦。不过呢，我刚才跟我们郭翠青老师报告的这一尊呢，来自我们大陆哈、哦、莆田湄洲岛啊、哦，我们的这个湄洲马祖啊、哦，毕竟是不一样。我们这尊马祖呢，是坐船。又坐公车、啊、又坐私人轿车，又坐计程车，又坐大陆的这个高铁、啊、然后又坐飞机、啊、然后呢、啊、才来到我们台湾、啊、可以说是千里迢迢从我们呢莆田湄洲岛来到我们的台湾、啊、当然呢谁呢、啊、跟马祖有缘、啊、要请马祖的这个啊，金尊啊，回到家里供奉。那汤炫老师呢，只有这么一尊，也愿意割爱。好，我现在就恭请了我们湄洲马祖啊，跟大家见面。郭淑清老师，郭老师，你准备好了没有？哦、啊，最主要是呢，看到郭淑清老师，郭淑清老师啊，准备好了没有？哦、啊，我夹娃娃我都没有去夹、欸，我没有夹过，哎，我也夹不到哈。啊那一方面呢，我最笨的 ，I'm very very stupid 的、啊、stupid 是笨的啦哈。来，郭淑清老师要赶快哦 ，hurry up， 哦 ，hurry up， 哦，我确定郭淑清老师你有在线上哈、哦。那我现在恭请湄洲马祖哈、哦，来让郭淑清老师看一下，然后的话看郭淑清老师有没有呢，想要呢这个请这一尊呢湄洲的金马祖，我把他请出来。请马祖之前，对不对？来，我们呢，来呢，播一首呢歌曲啊，跟马祖有关的歌曲，然后呢，也是对马祖呢的一个尊敬，好不好？哇，老师觉得我们人呐、啊，要人住也要天住了。所以汤炫老师啊，虽然我是基督徒，对不对？但是我对马祖啊，我也非常非常的尊敬啊，因为人呢，要人住也要天住了。来啊、来我们来看呢这个马祖跟马祖有关的歌曲哈、哦、我来看看这个好马祖出巡来来听这首歌。我们这一尊呢，就是我们的湄洲马祖。
谢谢大家呢，有呢看到呢，汤泉老师呢从呢我们大陆呢莆田湄洲岛哦恭请回来的我们呢啊湄洲妈祖啊，大陆莆田呢祖庙的湄洲妈祖对不对？它都有编号哦，而且的话它是99.99千足金啊、哦。那汤泉老师手上拿的这一张就是我们妈祖的这个哦证书，叫 certificate。那这尊呢从呢大陆呢湄洲岛请回来的这个妈祖呢，就是跟我们观众朋友结缘啊、哦。如果呢我们有妈祖的信徒，那也希望呢拥有一尊呢我们呢湄洲岛祖庙啊、哦、分灵回来的妈祖啊、哦。有需要的朋友我们就这么一尊啊、哦、这么一尊。然后呢佛度有缘人啊、哦、如果有需要的朋友的话，你们呢可以跟汤晓老师说8253TC 啊、哦，那老师也是要保杯啦啊、哦，看我们这尊妈祖是不是愿意到你的家里去啊、哦？有需要的朋友用 LINE8253TC 告诉汤泉老师。好，谢谢，也呢祝福呢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哦，郭淑琴老师啊、哦，那我请问你，因为我们这尊金妈祖对不对？他呢从呢这一个。啊，我们的湄洲岛，它是湄洲祖庙分灵回来的哦、啊，在台湾是非常非常的稀有。那我们郭淑琴老师哦、啊，因为我们这尊妈祖呢，还是呢要请呢收藏者呢能够做公益。那我们做公益就是说要捐 UB 啊给我们的节目。那我们郭淑琴老师，如果你要珍藏的话，那你要告诉我啊，你可以捐多少的 UB 好不好？哦、那我也是要请示一下马祖、哦、在这边再次谢谢郭淑琴老师，谢谢谢谢三重真义宫、哦、我们郭老师，我们呢这个湄洲祖庙的分灵出来的马祖它都有编号，我们这任的编号呢是67号、哦、67号，然后呢我们呢会附上呢这个、哦、它的这个证书啊、哦，
因为这个是梅州主庙分灵出来的马祖，它是有证书，然后呢它是 99.99 千足金，所以你可以感受到呢我们马祖的金身可以说是金光闪闪啊、哦，恩泽普照。在这边再次谢谢我们郭淑馨老师。好，我们欢迎王盛燕王律师啊、哦，谢谢你，谢谢啊、哦，郭淑馨老师，谢谢你。我们用 LINE 哈、哦、再来沟通哈、哦。那我要请示马祖，是不是呢？愿意呢？这个驾临呢？我们三重正义宫啊、哦，谢谢，谢谢郭淑馨老师，谢谢你。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学 English 啊、哦，来学 English 啊、哦，我们也谢谢郭淑馨老师，他说老师 UB 由你决定就好，谢谢阿弥陀佛，谢谢啦，谢谢你的用心啊、哦，啊，谢谢你的爱心啊、哦，再这么谢谢，来啊、哦，我们先来学 English 啊、哦，先来学 English。我最近的话都会介绍呢，我们湄洲岛哦，湄洲岛。哦、老师请回来这一尊正宗的湄洲马祖、哦、然后呢老师呢也会把杯啦、哦、把杯，然后呢、啊、我们各位信众想要邀请的朋友对不对、哦、老师呢会把你们的基本资料跟马祖报告、哦、然后呢我们看马祖愿意这个移驾到哪边去，然后呢这个庇护呢你一家还有庇护呢去参拜的人啊、哦，这由马祖本身来决定。那再次的谢谢郭淑馨老师，谢谢你，谢谢啊、哦。那我们呢今天呢是4月29号哦，今天是礼拜天 ,today is Sunday。来我们呢四月份呢会把这本书上完啊、哦，就是片语降雪。那我们五月份呢我们会呢啊、用新的这个课本啊、哦、跟你们预告一下。所以这一本是片语降雪啊，我们呢今天明天两天就会全部上完了啊。好，那我们有课本的同学呢，来我们呢继续的话呢，我们呢要从哪一页开始呢？好，上次好像看到这个 N， 那我们再来看 O。 好， O O 的话呢哦哦哦，对不对？我们会看到什么？哦哦哦了，哦哦哦，来，有课本的同学可以打开244页 ，page 244，来看哦哦哦，来哦哦哦呢？我们第一个是当然叫什么 ？Of course，O F C O U R S E，Of course， 我觉得当然 ，Of course，Of course， 当然啊、oh, ，Of course， 再来呢？On said way to 啊、哦，譬如说，on my way to， I'm on my way to home 啊、哦，我在回家的路上 ，I'm on my way to home 啊、哦，所以前往呢这个某处的途中叫 on 什么 way to， 那个 way 是 way 啊、哦、，way 是道路啊、哦、，way 也可以当方法。好，欢迎呢。我们呢这个女儿小威儿，欢迎你进来，谢谢。再来呢 on and off， on and off， on 是 on， on and off off、哦、on and off 代表什么呢？断断续续或是有时候叫 on and off。 请假呢 on leave， on leave、哦、这个 on 是 on， on 那 leave 呢L-E-A-V-E on leave， 好，就是请假。那 leave left left 啊，它的动词三态，它还有一个意思是离开，对不对？ leave left left L-E-A-V-E L-E-F-T L-E-F-T leave left left。 再来在线上呢叫 online， L-I-N-E 叫 lie， online 好 lie， lie 的话是线嘛，对不对？线叫 line， 那你们知道吗？啊，如果你在学校读书，啊，教授要你交作业，他都会给你一个什么？一个 deadline， 啊 ，deadline，
那个 dead 本来是死翘翘，对不对？line 是线，所以什么叫 deadline？有没有人知道？deadline 叫 deadline，deadline 来，请问是什么？知道的啊，同学告诉 Tony 老师一下好不好？deadline，deadline，deadline，志伟知不知道？我们工程师知不知道什么叫 deadline？啊，这边讲 online 是在线上上网，那我就想到一个片语叫一个单字叫 deadline，deadline，deadline。好，问一下我们志伟知不知道什么叫 deadline？来，知道了赶快赶快，hurry up，hurry up 就赶快告诉老师。啊，不知道就说 I don't know，没有关系哈，我来教你。Deadline 呢？Dead 本来是死翘翘，对不对？Line 是不是线？所以 deadline 呢，就是到期日啊。注意哦，它的意思叫到期日，叫 deadline。再来 on me 啊，on me，on me 的话呢，是呢啊，我请客啊。On me，it's on me today，on me 啊。你们呢，跟老师吃饭，对不对？你可以讲 on me 啊，on me。就是呢，on me 是什么呢？就是呢，这一个轮到我了啊，轮到我了，on me is on me 啊，就是轮到我们叫 on me，OK，on me，OK，好，on me，on me 呢，再来我们 on sale，来，我们呢，sale 呢是 sale。那 on sale 就是特价大打折，叫 on sale 哦。新力婆柠檬多酚要怎么订购啊？新力婆柠檬多酚可以这样子啊，送优必换好礼呀、啊。哦，新力婆柠檬多酚，它呢这个公司的话呢，两瓶呐、啊，两瓶是台币700，哦，台币700，那优必等于是1400优必嘛，哦，1400优必。啊，那我们送 UB 饭好礼呢，两瓶的话，老师只要1000 UB 就可以跟你结缘啊。如果你们要订的朋友，啊，看你要订几千啊，用几千 UB，因为这个 UB 呢，也是用来呢支持我们的节目了啊，赞助我们的节目，支持我们的节目啊。所以的话呢，这个两瓶两瓶的话呢。我们就用1000 UB 跟大家结缘啊！有需要的朋友再告诉 Tony Chen 老师啊，谢谢谢谢啊！林燕姿说啊，怎么订呢？可以用 UB 订就好。好，那我们说 on sale 的话呢，就是打折拍卖啊。那 for sale 呢？for sale 就是呢销售中叫 for sale，一个 on sale 啊，一个 for sale，on time 啊，on time。其实，因为有个 on time，有个 in time，on time 的话呢是准时，那 in time 是即时啊，这两个 on time，in time 啊，譬如说，you should be on time 啊，就 you should be on time，意思说你要呢准时哦，叫 on time，o n on t i m e 我们叫 on time，然后呢 in time。啊，in time 是即时，譬如说，I catch the train in time，I catch the train in time 啊，我呢即时呢赶上了火车啊，这么英文这么讲，I catch 是不是抓？I catch the train 啊，in time 啊，I catch the train in time，我呢即时呢赶上火车，on your own。On your own 是独自，啊，独自叫 on your own，啊，我们叫独自，on your own，own 是 O W N，on your own 独自。然后呢，all else 不然呢，all else 啊，all else 啊，这个 O R O E L S E L S all else 不然呢，out of order 啊，out of order，好，这个是故障的。等于是什么？It doesn't work，It doesn't work 啊，就是故障了，不能够工作了。
out of order， order 是 O R D 呀， order 啊， out of order 啊，就是故障了， out of order。 譬如说这个机器故障了， the machine doesn't work， the machine is out of order， the machine is out of order 啊，谢谢。 over and over again 啊，不断重复， overand over again、啊、就是不断的重复。 again 是不是再一次， H-A-I-N again， over and over again、啊、不断的重复、啊、over and over again。 好，这个是 O、啊、这个是我们的 O。 来， O 再要看什么呢？我们要看 P， P 的话是什么？好，我们 P 的发音是来 pay attention to，注意什么？ Pay attention to、哦、注意、哦、譬如说 You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my class， You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my class、哦、你要呢、啊、留意呢我的课程、哦、Pay attention to、哦、注意。 OK，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Attention 是留意、哦、在部队里面有立正、啊、叫 Attention，啊，给当 listen， attention， 啊， listen， attention， 啊， payback， 偿返， pay， pay， back， back， 我们叫 payback， 啊，偿还， pay 本来是付嘛， pay， pay 是不是付？那 back 是回来，啊，所以我们 payback， 啊，叫做偿还。Practice makes perfect， 啊，来这句话。Practice makes perfect， 熟能生巧。Practice makes perfect。 很多人问汤小老师说，老师，我怎么把英语学好呢？ How can I learn English well? How can I speak English fluently?、哦、这个 fluently 呢，是指呢这个流利地， F-L-U-N F-L-U-N F-L-U-E-N-T-L-Y，来 fluently， 我们再写一次 F-L-U-E-N-T-L-Y， fluently， 好， fluently， fluently 呢这个就是副词、哦、流利地。那我们知道副词是修饰动词， How can I speak English fluently， 我如何呢流利的、啊、讲英文。 How can I speak English fluently、哦、我如何流利的讲英文、哦，How can I speak English fluently? 我如何流利地讲英文、哦、再请大家告诉大家。好， How can I speak English fluently?、哦、我如何流利地讲英文，叫 fluently。 再来呢，我们、prefer to 还有 rather than、哦、prefer to 跟 rather than， 好，这怎么用呢？ OK， prefer to，比较喜欢什么东西 ？Prefer to， 哦 ，prefer to。我比较喜欢什么，而不要什么，哦 ，prefer to。好，有。我们这个 prefer，P-R-E 啊 ，prefer，OK、okay。譬如说，我们说 prefer 啊、哦，比较喜欢怎么样 ？Prefer，OK、okay。prefer to， OK， 我比较喜欢怎么而不愿意怎么样， rather than， R-A-T-H-E-R， rather than、哦、而不愿意怎么样、哦、prefer to rather than， OK。 譬如说呢、I prefer to have a coffee， OK， I prefer to have a coffeeI prefer to die rather than get married with you、啊、这都可以造、哦、prefer to not rather than， 你愿怎么样而不愿意怎么样。那 prefer A to B， I prefer tea to coffee， I prefer tea to coffee 什么意思？ I prefer tea to coffee、啊、我喜欢茶胜过咖啡。 I preferTea to coffee、I prefer tea to coffee， 我比较喜欢茶胜过咖啡。
proud of 啊，是以什么为骄傲了？譬如说 ，I'm proud of you， I'm proud of you 啊，我以你为荣。这句话也很好哦 ，I'm proud of you 啊，我以你为荣。I'm proud of you 啊，我以你为荣啊，谢谢。I'm proud of you 啊，我以你为荣。好，我们谢谢啊，我们谢谢啊，这个林先生啊，说有工作呢，要跟老师接洽，老师呢都在大陆呢，谢谢你啦，谢谢。你的工作是在什么地方呢？在什么地方哈 ？OK， 这个因为老师呢现在工作都在大陆，都在 Mainland China 啊，谢谢你，谢谢你的好意哈。我们这边有一位林先生。哦，林森木说，哦，这个，哦，那台湾的工作我就可能没办法，因为我都在大陆啦。谢谢林森木林先生，然后感谢你的邀约。好，我们一起来学 English 啊，譬如说我以你为荣，叫 I'm proud of you 啊 ，I'm proud of you， 我以你为荣啊。顺利完成呢，叫 pull off，P-U-L-L， 那 O-F-F。Pull off, OK, pull off. 好，就是呢，我们呢顺利完成叫 pull off, P-U-L-L, 那 O-F-F, 啊 ，pull off, pull off, OK. 这个再来呢，我们呢花费，花费叫 put in, 啊 ，put in, P-U-T, 那 I-N, 啊 ，put in, 花费什么样 ？put in.花费，花费 ，put in。那延期呢？是 put off 啊 ，put off， 延期。off 是 off 啊 ，put off 啊 ，put off 是延期。那 put up 啊 ，put up 啊 ，put up 呢是展示或者是张贴，我们叫 put up，put up 啊 ，put up。这个是关于呢，我们 P 呢它的这个片语了哈，有 put off 顺利完成。Put in 花费 ，put off 延期啊、哦，还有呢 ，put up 啊、哦、，put up 展示或者是张贴。谢谢，目前收看的呢是每天晚上八点在呢大陆 up 直播啊、哦，汤丽劝教英语这个节目。来，我们休息一下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来听几首好听的歌曲呢，我们再回到汤丽劝。教英语的现场，来，我们再来听什么歌呢？来，听几首大陆好听的歌曲，好不好？哇，我们在大陆哈、哦，大陆也有好多好听的歌诶，在台湾的朋友可能比较少听到大陆的歌曲。其实大陆呢，现在这个音乐的人才也很多哦。其实的话，我们在大陆呢，就觉得说，哎，大陆其实好听的歌曲很多，因为他们现在哈、哦、作词作曲的人才真的不少，所以呢，汤小老师选几首大陆好听的歌曲，哦，内地好听的歌曲啦哈、哦，然后呢，跟你们大家欣赏一下，听听大陆的流行歌曲，到底流行些什么呢？来，大家来听听看 ，Sure。好，
哟，刚才听这首歌呢，是我们内地好听的歌曲哈，对我们台湾的朋友是不是很新鲜呢？来，再来下一首歌听听看。要好，刚才连续给各位听两首呢，现在内地哈、哦、相当火红的歌曲啊，这种歌曲呢，不晓得台湾的观众呢听起来感觉怎么样了啊、哦？这两首歌呢，现在都是在内地很火红的歌，希望你们会喜欢。好，台湾万花筒呢，啊，我们再继续呢来学 English 啊。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啊，有课本的同学啊，我们的课本呢是片语这样学，就是这一本啊。李胜纯啊，你好，有课本的话呢，打开我们的245页啊 ，page 245。啊，245页，我们继续来看这个 R。来 R 的话呢，第一个呢叫 read through 啊 ，read，R E A D 叫 read 啊 ，rea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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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是阅读嘛，阅读的三态 ，R E A D，read，read，read， 它是现在是过去式过去分词哈，现在是叫 read。过去式叫 read， 过去分词叫 read， 所以它是 read read read。那个 through 的话是通过怎么样？哦，通过 read through 啊、哦，我们叫阅读。再来 ready for 准备好了啊、做某件事情准备好了 ready for。Are you ready for that？ Are you ready for that？ 啊、哦。准备好那件事吗 ？Yes, I am. Ready for, ready for. 准备好了。Red tape, 官僚作风。啊，那个 red, R E D red。好 ，red 呢是红色 ，tape, T A P E tape。啊 ，tape 的话是本来是录音带，有没有？啊，那 red tape, 啊 ，red tape， 我们解释成官僚作风啊，叫 red tape。
responsible for 啊 ，responsible for 啊，这个负什么责任 ？responsible，R-E-S-P-O-N-S-I-B-L-E，responsible。好 ，responsible 呢，它本身是形容词，负责任的啊。名词怎么讲？名词的话叫 responsibility。R-E-S-P-O-N-S-I-B-I-L-I-T-Y responsibility 啊 responsibility 就是名词的责任啊，那 responsible 是形容词负责任的，那 responsible for 啊我们负责，再来 run into OK 遇见谁 run 有没有，我们跑步的动词三态run R-U-N-R-A-N run 啊，那 into 是 I-N-T-O 啊 run into 遇见什么 run into run out 耗尽的 out 是 O-U-T 啊 run out 耗尽 run through 迅速的看一遍啊 through T-H-R-O-U-G-H 啊 run through 迅速看一遍。好，来，这是 R 的片语啊 ，R 的片语有 read through 阅读 ，ready for 做好模式的准备 ，read tape 官僚作风 ，responsible for 负责 ，run into 遇见 ，run out 耗尽 ，run through。迅速的看一遍啊，这个是 R 再我们看的是 S 啊 S 呢我们学什么呢，来 S 我们是 same to you 啊，你也一样 same to you 啊，如果我也一样呢怎么办 same to me 啊 same to me same to you same to me 啊 same to you 呢就是你也一样，那 same to me 呢我也一样，See you, see you 就是下次见了，下次见 ，see you, see you 欢迎我们韩姬姬，欢迎雨，这个谢谢你 ，see you 是再见 ，sell at 呢，以某种价格出售，sell 叫 sell 的话呢，它的相反就是 buy。buy 是不是买，那 sell 呢是卖，来动词三态 sell sold sell sell so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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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ll sold sold、这个是呢、这个卖的动词三态叫 sell sold sold、sell sold sold 那呢这个买的话是 buy bought bought 啊、buy bought bought b y buy b o u g h t bought b o u g h t bought buy bought bought 啊、这是动词三态 sell 跟 buy 啊、他们的动词三态。再来呢 set one's mind on 一心想做什么事情啊、set one's mind on 啊、mind。卖的是心意啦，或在意怎么样 ？mind 卖的，譬如说，哎，你在不在意呢 ？Do you mind if I smoke here？ 啊、，Do you mind if I smoke here？ 你在不在意呢？如果我在这边抽烟的话 ，Do you mind if I smoke here？Do you mind if I smoke here？ 啊、如果我在这边抽烟，你在不在意呢？好、这个叫 mind。再来呢 ，set up。S-E-T-U-P set up 好创立于什么叫 set up OK S-E-T set U-P up set up 创立、set your mind on 专心于某事情叫 set your mind on M-I-N-D mind、mind 是心意，那 set your mind on 专心于某件事情啊。来下一个 settle down 安顿 S-E-T-T-L-E D-O-W-N 我们叫 settle down
安顿或者是定居 settle down, settle down. Shake hands with, shake hands with. 好，跟某人握手，我们叫 shake hands with. Shake, S-H-A-K-E. Shake 的话是摇，我们摇一摇，我们叫 shake. 哦，譬如说奶昔呢叫什么 milkshake. 好、哦、milkshake 就是奶昔。哦，因为嘛，我们这个奶昔有没有啊？手要摇一摇，有没有？所以叫 milkshake 啊 ，milkshake 是奶昔。Shake hands with 啊 ，shake hands with 跟某人握手 ，shake hands with 啊，跟某人握手。Shop around 比较价格 ，S H O P shop A R O U N D 叫 around。Shop around、哦、比较价格 Short of 短缺 S-H-O-R-T Short O-F of、哦、Short of 短缺 Show up S-H-O-W 那 U-P Show up、哦、Show up 出席 Show up 出席 Sign up for Sign up for 签名加入、哦、签名加入什么Sign up for, sign up for, 签名加入哦。这个 sign, sign, sign 的话它是动词，它可以当名词。sign 呢，如果当名词的话是标志。譬如说我们说交通号志叫什么 ？traffic sign 啊，交通号志 ，traffic sign，T R A F F I C traffic, S I G N sign。哦、traffic sign, traffic sign, OK, 就是我们的交通号志。那 sign 呢，动词是签名、哦、它的名词叫 signature, S-I-G-N-A-T-U-R-E, signature, S-I-G-N-A-T-U-R-E, 好 signature, 好，这个是名词。Sink or the swim,、哦、sink or the swim, 孤注一掷、哦、我们的 sink,S-I-N-K, sink, or swim,、oh, S-I-N-K, sink, or swim,、oh, 孤注一掷。本来 S-I-N-K, sink, sink 是沉下去叫 sink, 对不对？好，那 swim, swim 是游泳，那 sink or the swim,、oh, 解释成为孤注一掷 ,sink or swim, OK。这个英文呢、啊汤米秋老师提醒各位哈，我们的想叫 think，T-H-I-N-K 我们叫 think， 那 T-H-I-N-K 英文呢遇到有 T-H 啊的这个啊字母呢，我们舌头要放牙齿之间这样子啊 ，think 有没有 think 啊？这个 T-H 呢，舌头要放牙齿之间，我们念。那 S-I-N-K 呢 ？Think 那个 S 的音呢？舌头呢放在呢下面牙齿的后面，念怎么样？所以这两个同学们可以分得清楚吗？来，你们注意一下，听听看 ，think 有没有 ？T-H-I-N-K。T-H-I-N-K 是想，叫 think， 那 S-I-N-K think 好是沉下去，那这边是 sink or the swim， 你是要沉下去呢，还是要呢这个游泳呢？好，解释成为孤注一掷 ，sink or swim。来 ，sleep one's mind，sleep one's mind，sleep，S-L-I-P sleep 好 sleep。Sleep 本来是呢，我们那个滑，啊、哦，那个滑呢是 sleep， 所以呢，这个地很滑，叫什么 ？Slippery，S-L-I-P-P-E-R-Y，slippery， 哦，就是地很滑 ，slippery，S-L-I-P-P-E-R-Y，slippery，S-L-I-P-P-E-R-Y，slippery， 啊、哦、，slippery。S-L-I-P-P-E-R-Y Slippery、哦、Slippery 就是形容词、哦、地很滑的叫 Slippery。
Slip one's mind 啊，划过呢某人的心智 ，mind 是心智嘛 ，mind， 所以 slip one's mind 啊，我们解释成忘记了 ，slip one's mind。So far so good 啊 ，so far so good 啊，老朋友见面呢，哎，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How have you been recently？ How have you been recently？ 哎，最近过得怎么样呢？好，答案是 so far so good。So far, so good 啊，就是马马虎虎啦。到目前为止还不错。So far, so good。来 ，so far, f a r far。好，到目前为止啊 ，so far, so far。Speak to, speak to。好，和某人说话。May I speak to Manager Zhang? May I speak to Manager Zhang? 好 ，Manager Zhang 呢是张经理。May I speak to Manager Zhang? 我可以跟张经理说话吗 ？May I speak to Manager Zhang? Speak up, speak up, S P A K, 那 U P, speak up, 啊，就是大声地说话。Speak up, speak up. Start up, start up, S T A R T, start. Start 本来是不是开始？那 up 是 U P。Stop up, 好开始。Stay for, stay for, S-T-A-Y, F-O-R, stay for, 留宿，好留宿 ,stay for. Stop by, stop by, 顺路到某处叫 stop by, stop by. 本来 stop, S-T-O-P, stop 是不是停止？B-Y by, stop by, 好顺路到某处。Stop over, stop over. 好，往目的地的途中短暂做停留，叫 stop over, stop over, over 一摇 over. Straight out, straight out. 来 straight, straight 是直直的，譬如说 go straight, 就是直直的走，叫 go straight. 另外呢，我们这个 straight 这个字呢 ，straight, straight 啊。也可以解释呢，这个性倾向是异性恋者啊，异性恋者一个叫 straight 啊，我们同志呢叫 gay， 男同志叫 gay 嘛 ，gay gay， 那女同志叫 lesbian，lesbian lesbian 啊，那我们异性恋者也可以叫 straight 啊 ，straight，s t r a i g h t straight 啊 straight。Out, O U T, out, straight out, 坦白地啊，坦白地，我们叫 straight out, straight out, OK, 谢谢哇，我们线上740位观众啊，在跟汤小师学 English, 哇，好棒哦，我们呢在海峡两岸呢，喜爱英语的朋友都非常的多哈。那汤丽倩教英语呢，也是一个社会公益的这一个爱心节目啦啊。那这个节目呢，希望呢能够呢帮忙喜爱学英语的朋友，每天晚上8点啊，都可以呢跟汤炫老师快乐的来学 English 啊。那我们呢稍待休息一下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啊。待会呢我们再回到汤丽倩教英语的现场，再把我们今天呢所学的呢。这一个英文呢跟大家做个总复习，来先来听这首好听的歌，苏苏凉凉。路走像路，有人甜蜜的讲话。
谢谢哇，这首苏苏亮亮啊，希望你们会喜欢。然后的话，老师呢也为各位来唱首歌，好不好？哇，这个喜欢听什么歌曲呢？我喜欢来唱一首，哎，来唱那个《欢喜酒》好了，这也是台湾的歌哈，《欢喜酒》。陈胜威呢跟房敏玲哈他们的歌啊。哦欢喜酒来献给各位，谢谢。希望每天生活都欢欢喜喜，欢喜酒。叮铃铃，欢喜到叮铃小酒。不管是好天路好面有求一杯来祝福你一杯嘛免客气饮落去汤是甜气斗阵来做伴就是咱缘分天嘛真好好当路嘛顺人来收客气人拢是好马子，饮落去事事拢如意。啊，欢喜酒一嘴饮落去，我来干杯你随意，快乐要选日子。啊，欢喜酒千杯拢袂醉，有情有义咱相挺，你是咱风雨知己。
金里梅花的到底林小酒，不管是好天落好白有秋，一杯来祝福你，一杯嘛免客气，饮落去不管是金鱼，斗阵来做伴就是咱缘分，起码是那好大行路马顺，唔通来想客气，人拢是好马子，饮落去事事拢如意。啊，欢喜酒一嘴饮落去，我来干杯你随意，快乐慢慢算日子。啊，欢喜酒千杯拢袂醉，有情有义来相亲。你是咱风雨的地，欢喜酒一嘴饮落去，我来干杯你随意，快乐慢慢算日子。啊，欢喜酒千杯拢袂醉，有情有义来相亲。你是咱风雨的地，咱风雨。耶，谢谢大家欣赏这首欢喜酒哈。来，我们再来听下一首歌，请您来海港啊、哦。然后呢，待会会把今天的英语学习内容为各位再做总复习咯，请您来海港，请欣赏。谢谢，我们有808位贵宾，谢谢你们，今天一起来学 English。
谢谢哇！欣赏这两首好听的歌曲呢。那我们呢？今天呢，4月29号，礼拜天啊、哦。汤泉教语这个节目呢，我们呢，把今天呢，所教的英语来各位，有课本的朋友246页啊，246页，我们再做个总复习来。准备好了没有 ？Are you ready？ 啊、哦，来，我们开始246页。Same to you, same to you, 你也一样。See you, see you, 啊，再见。Sell it, sell it, 以某个价格出售。Set one's mind on, set one's mind on, 一心想做什么或专注。Set up, set up, 创立。Set your mind on, set your mind on, 专心于某件事情上。Settle down, settle down, 安顿或者是定居。Shake hands with, shake hands with, 啊，与某人握手。Shop around, shop around, 比较价格。Short of, short of, 短缺。Show up, show up, 出席。Sign up for, sign up for, 签名加入。Sink or the swim, sink or the swim, 啊，孤注一掷。Slip one's mind, slip one's mind, 忘记。So far so good, so far so good, 到目前为止还不错。So far, so far, 到目前为止。Speak to, speak to, 和某人说话。Speak up, speak up, 好。大声说话，大声一点。Speak up, start up, start up, 开始。Stay for, stay for, 留宿。Stop by, stop by, 顺路到某处。Stop over, stop over, 啊，往目的地途中短坐休息。Straight out, straight out, 坦白地。坦率地 ，OK， 再次谢谢啊！今晚呢，收看汤丽泉家园这个节目，哇，夜已深了，我们节目呢就到这边，跟大家道声晚安，祝各位有一个美好。